上去，出来。我问你，桌子上的芹菜炒肉是谁吃了一半？啊、说。现在胆子大了啊！敢自己爬桌子上吃我的东西，啊？趴下，给我趴下，趴下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有一次敢上桌吃东西，绝对不会放过你，听见了吗？嗯，啊！呀，两六的大米，哈哈哈哈哈哈！